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Just typ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2007年呢，注定是中国电影的情色年。不管有没有激情，不管有没有裸露，情欲戏都是电影的一大卖点。这里就来盘点一下2007年的激情华语电影。那么说到今年最火的激情电影，当然是《色戒》了。梁朝伟跟汤唯呢，有多场激烈的床戏。电影的片长不过2.5小时，不过性爱的场面就占了半个小时。在电影中，两个人有很多的性爱招式，只可惜内地版的《色戒》被删减了，以至于影迷没有办法完整的欣赏到这部今年最激情的电影。而排第二的呢，是最近炒得沸沸扬扬、惨遭广电总局禁映的《苹果》，投名状紧跟其后。虽然李连杰和徐静蕾的两场床戏都被删减了，但是在上映之前的宣传中间说，一代宗师李连杰虽然说武戏了得，床戏却异常的蹩脚。今年电影界的裸字成风，就连成名已久的蒋雯丽也来淌这趟浑水，在影片《立春》中演人体模特，而樱桃呢是排在第五位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. 十.